我们常讲的棒球要谈细腻，其实就是你的功夫做的扎不扎实。那这个不是只有苦练的，你要对对方的投手的习性都要了解。这一棒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在右外手前方落地，结果形成一支安打。在球速绝对不利哦，良好球没坏球的情况下呢，吴宗俊捞起来，形成一支右半边方向的安打。二局的上半，现在是未出局，一二垒有跑者。我这个球打得也不错，所以吴宗俊我们刚刚有提到了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打者。第一时间球没有带到最好的位置，但棒子最后的延伸效果是做得不错。